现在在国际市场正前方就是 The Demo， 一般车会停在这个地方下车之后，然后呢我们就往前走，要来去吃柳家炒鸡排。那这个地方就是国际市场，国际电影广场，所谓的壁虎广场。继续的往前走，往前走之后呢就右转，好，继续往前走到那个乐天的。那我们现在是柳家炒鸡排，在这边上去二楼。